工认为，现在货价波动恐怕会追不上物价。啊，无法直播。表示建议政府应该要注意物价低薪的问题。直播。以上收播新闻由阿白辉子呢及朱古高瓦斯编辑播报。更多新闻内容，明天请持续锁定2020整点新闻。预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，马上路。这里是阿里样96.3原住民族广播电台。声音传递温暖，音乐抚慰人心。新鸿台湾广播产业创立一甲子，阿里样96.3原住民族广播电台。将所有的美好时刻在温暖的广播节都与您分享。阿里亚96.3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原住民族广播电台阿里亚96.3，我是你的好朋友陈永龙、熊汝贤。我们待会儿我们节目就开始，请耐心等待，因为今天邀请的这位大师啊，是叶东安大师。我刚才事前听了他几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啊，他的伴奏编曲是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，很有味道，很棒，我们敬请期待哦。好，现在是这个我们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节目的片头开始了。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有在这个直播现场我们的 Facebook 的朋友一起来共享这个欢乐的时刻。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啊不是偶然的，他的经过非常多的这个努力啊，才有办法达到一个地位一个境界。叶东安老师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大师了，他信手拈来很多演奏的方式，很多演奏的技巧都存在他的手指当中，还有声带当中。待会儿听他唱歌唱得相当相当好，我们一起期待。哇哦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至9点，他到空中为您服务。不要犹豫，不要客气，您就进来吧。人准备注意，你可以锁定 FM 96.3。这个最后一句后泪啊，因为唱这个西班牙歌啊，应该都有这个后泪嘛，哈，对啊，因为一边跳舞一边跳。老师，我请教你，你从以前到现在啊，
很多的歌都可以唱，你为什么会选择西班牙歌啊？你问到重点了，因为以小的时候啊，从台东来到台北就业读书、来的时候、我们的国语、是原住民听，就是讲的那个发财跟花财搞不清、搞不懂，哎，那不会讲发财、花财、花财，哎，老师台东人哦，我台东多少多几岁离开。13岁国中毕业那个时候，都很小的时候呢。对，那以前都是说，因为家庭的兄弟姊妹多、能够，翅膀硬了就可以先飞去，先飞啊、但是要寄钱回家。是，所以要到台北来念书、打工这样子。对，老师之前打工是在哪里打工？我刚刚开始、是在那个。以前不是像现在有时候有喷墨印表机印那个晒蓝图、建筑的蓝图，对，建筑蓝图大张了，大张的，对啊、有阿摩尼亚的味道，对、后来呢又做了这个弹簧床的工人，同学家里帮忙，那最重要的是我到了在念大同工学院的补校的时候，是在士林的语音乐器行，语音这个现在这个。乐器行还在，还在吗？还在。有没有搬家？没有，还是一样。这撑很久呢。真的是不简单。他教、就从事这个音乐艺术的推广，是啊。除了做生意之外，也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。哇，改天去拜访一下。对，吴老板，吴老板是。哇，那么久的这个时间，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其实老师是音乐世家哈。是，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阿公是二胡诶，二胡的名师啦，是，也是那个医生啦。哎呦，我的爸爸呢是台东南管哈的巨音社的馆长呢。哎呦，是，所以他18般武艺都要会。怪不得老师有这个细胞啊，应该是有这个遗传。可是我相信有细胞是有这个遗传。可是你还是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哦。对啊，因为在念那个从大同工学院的附设补校之后，那我就读了龙华工专，现在的龙华科技大学。对，龙华。那同学有一位同学叫做季松林，他必须要带那个助听器。这个同学季松林，他说：“东岸，我帮人家报名啊，报名去参加，不能讲了，你弹的吉他都跟别人家不一样。”他这个慧眼识英雄啊！对，那就报名啊，报名去参加的时候，我说他我们班上过大舞台啊，电视台没有上过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全班就动员哦。我跟你安排，明天是化工，后天是那个电子，那后天是工业管理的哈、你就上台去，把每个同学的头当作西瓜。哎呦，对着西瓜的西瓜，就上台去表演了、哎呦，真的练胆子了。还会怕嘞，还是会怕。有一位同学叫吴三文，他就说：“叶东汉，你在那个足球场那边，老师，你要不要进来一点？不然你会跑出去。”我要跑出去。他说：“李明德，你在那边，我在这边啊，听看我这个声音哈，唱的话能不能声音能那个共鸣怎么样？这样练的，对，就这样练出来。哇，一般的人，也许像现在的歌手啊，都是用麦克风呢，对，没有麦克风不会唱歌呢。是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练的。”肺活量，练了这个爆发力，所以那个声音像那个一首那个《Osoli Mi》哦，对，然后他就，Qué bella cosa, cayó la tazuri。
大师，我讲一句真话好不好？我这辈子啊，我眼睛看到的三位吉他手，是我感到非常佩服的。第一位是您，哦哎呦，真的。第二位是原住民的 free finger style free finger，他是自由弹奏的，对，叫做宝普啊，宝普。然后另外一位叫做杨光道。啊，阿大哦，只有这三位，我觉得阿大老师嘞，演奏起来都哇，很道地，很入味。这样，你看我们的外面又来了一位我的制作人，制作人好，听到声音马上喷过来啊，不敢。哎，真的老师，哎，我刚才问了，就老师你这个从唱歌，哎，唱西班牙歌是因为一位老师。对，周以新老师他说，叶东啊，你弹那个西班牙吉他哈，你会不会唱西班牙歌曲啊？嗯，会呀，啊，就试看看呐。哎，你不要唱英文歌曲，也不要唱国语的，也不要唱台语，你就唱那个拉丁的，或者是是这样来。哇，就开始苦练了。对对对，那是几家里安呢？对啊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对于这个拉斯帕纽拉那个曲子啊，为什么它有很多地方会剪舌哈？然后。阿美族的该应该把它给说啊，我搞不给说呢，还跟着慢，乱讲话来着。对呀，对呀，这个就很顺你知道吗？很顺。哎，那因为以前我们家隔壁啊，那个有一个白浪啊，白浪啊，白浪，哎，他就会教我这样，所以我小时候学过，是啊，所以台东嘛哈，台东，那台东那他就很多地方是有剪舌的。呀，tan tan no llore, porque tan tanto seré tan serito lindo los corazones. 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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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rque tan tanto seré tan serito lindo los corazones.你在弹这个的时候，我恨我自己没有穿裙子呢。哇，那个裙子可以抬起来的，浪漫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那个感觉真的非常的浪漫。对，那就是那个有剪舌音，就是我刚才说原住民的那个讲话的技巧跟那个神韵。这样，就在哪边？哪一边？就是很远呢，很远。那边就是隔壁，两根电线杆的。刚才那边是25根电线。那原住民很活泼的表述他们的对这个距离的这个概念呐，对。那是周玉清老师就跟我讲说，是叶东安，你听下去啊，哦，不能坐着唱哦。他说哦，你一定要突破比人家更厉害，就是说不能坐在那边哦。为什么古典吉他跟弗拉明戈一定要坐着，站起来唱？哎呦，哦，那就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，就是突破的观念。突破，我说啊，有啊，那边他懂啊，边他强，而且吉他都拿不稳，怎么唱？他就说，你没有这样突破，你不会成名，不会变成说你这个你看像那个温金龙二胡，他本来也是用坐的，对，站起来，对，哇，站起来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你要唱一个，把那个比较有。那个像新疆的风味，譬如说像那个大阪城的姑娘，大阪城的姑娘，大阪城的姑娘，对，他说啊，你就要编啊，他原来是那个达坂城到达的达，达坂城的姑娘，那他原来是一首那个维吾尔族的一个民歌啦，那个康巴尔汗哈，这个维吾尔的青年啊，这个。这当中一首情歌啦，阿里的公，你也当动吉他，那我那么多地方，为什么不用把跑马啊弹的时候，然后顺便把马在跑啊，对，然后左手又一边弹。漂亮。
个环境，还包含了这个口气啊，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相当厉害。老师，我请教一下，嗯，你这个新爱的吉他，这是新的吗？还是新的，刚刚做好的？真的吗？这是3月22号，汤明进大师特别为我做的，是台湾制琴的大师吗？对对对，哦，是是是，这把琴音色相当好，相当好啊。嗯，老师，好，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不拿吉他的时候，嗯，你在干嘛？不拿吉他的时候，我在拿锄头啊！这个手可以拿锄头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拿锄头。我的手特别大，你看。也不会很粗嘞。不会很粗了，因为从五等奖、六等奖之后，其实五等奖、六等奖那个年代已经蛮久了啦。嗯。也许我们这个93.7是吧？96.3呢？啊，我们的观听众朋友可能会，哎，这个人那声很奇怪，让你笑。其实我是在1977年呐、啊，好像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没有出生哦。哇，1977年，77年得的五等奖，是那1978年的2月5号，第一位荣获吉他弹唱冠军的这个六等奖的冠军，真的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，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能够，其实那时候竞争力很大呢。对对，对不对？那有非常多我们的资深的那个音乐的伙伴啊，都非常出名的伙伴。是，哎，那包括殷正阳啦，还有那个欧香奏啦，欧香奏是是是是，还有你知道还那个谁啊？蔡琴哦，蔡琴对，嗯，蔡琴还有叶嘉修，叶嘉修哇，都是我们音乐界的对对老前辈，哎，有非常多我们的。我们艺术圈里面的工作同仁，嗯，那我发现说，哎，我后来带团到国内外去演出，最主要是刚刚当兵的时候在陆光义工队，大学长，我也是陆光的，哇，等学长你不要跑掉了，哎，原来您是大学长啊，是是是是是啊，那陆光是第15届的文艺金像奖了啊，文艺金像奖的时候呢就。取得了冠军嘛，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国军文艺金像奖，对对对，每十月的时候都要十月，对对对啊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就第一份工作正职哦，嗯，是中华民国军人之友社文康工作队，我到了南竿、北竿、西局、东局、东营、亮岛、高登、大邱、小邱、大金门、小金门、烈屿啊、澎湖啊、东定、北定、西，哦，挨着绿岛、兰屿，兰屿没有那个时候没有部队啊，东沙群岛、南沙群岛，只要跟台湾有关系的这个土地，你都走遍了，都走遍了。哇，这很难得呢。嗯，因为你走过之后呢，我们就走不出去了。没有，我后来就是让给别人去走了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小亮哥啦，还有很多我们的歌星哈，是是是，还是中式、华式，那每3节都要有大小的歌星，是哦，去巡回绕军啊表演。对对对，哇，那个时候那这个阿兵哥讲实在的，看，因为啊，人家说母猪笑赛貂蝉，看到男的心里面都兴奋起来。嗯。那后来呢？我有一个机会，我就从那个时候慢慢就在学校任教。那个，从吉他社里面，我教过太多的学校呢。真的哦。对啊，那个教了很多学校啊，就是包括清华大学的、交通大学的、阳明医学院，后来都改名字，像国立医专改为台艺大。对对，台艺大。那跌哒哒哒哒哒一大堆，差不多教了20-30所的学校。哇，真的是注意英才呢。那个不要骂我哈，因为老师很严格，你们都是弹那个基础的。哦，是是是，哎，讲实在，要达到老师这个弹吉他的这个境界啊，我想一定是花相当多的时间。哎，那我就在跟你报告说，你刚才是问我说从事哪一方面的，为什么拿锄头？其实我去帮了很多的公益团体做曲子，啊，包括。玛利亚的天使，玛利亚的天使，是是是是，让爱永不止息。哇，对，那这个玛利亚的天使是由钟云如啊，钟大姐作词，我来谱曲，就这么顺，一天就早，就是一下一个晚上就把它弄好，编曲好。你有天才啊？没有啊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钱可以录音啊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弱势的团体，是啊，这就玛利亚。社会福利基金会，哇，那个时候录音也很贵啊。那个录音费，我说没有关系，这个我来出。哎呦，没有小朋友可以唱啊，嗯，啊，就
找那个钟银主钟大姐的两的女儿跟她同学，还有我们家的大儿子，啊去录音，哎啊，其他有很多很好的故事啊啊。那后来呢，这个老板觉得我们真的很有那个爱心啊，就是给我们很特别特别的费用哈，是，当然也是由我来支付了，对对对，啊，哇，啊那至少有打折了，哦，打到骨折了。那后来呢，这个玛利亚的这个社会福利基金会呢，哦，就SOS 的林志颖啦，还有那个梁咏琪啦，都共襄盛举，哦，还有蔡依林啦，吴群三大师啦，还有那个朱宗庆打击乐团巡回表演，都用了我那个曲当主题曲啊，是是是，就一炮而红，是，哎啊，所以那个玛利亚天使，我们做了一个奉献之后，收获更多，收获更多，对对，啊，现在雾峰还有一个石碑是刻了我的名字哦，哎呦，哦。啊，我人还在啦，是石碑，你的名字，对对，紧张紧，怪不得冷冷的感觉。啊，刚才讲了我为什么会重返山林呢？因为来自台东乡下的孩子，是是啊，特别珍爱这块土地，所以我就种一些我在土城，啊，青云渡的那个。地点就不用公布了，真的啊，用来偷菜啊，对，那个菜哈，就是种那个无毒的有机的，啊，就养灵芝的土鸡。哎呦，嗯，你偷过来讲灵芝，真的，哎，同样的饲料之外，我们补充了一个绿草的部分，有鱼腥草啦，咸丰草啦，哎呦，啊灵芝啊，嗯，啊连皮诺比也醉了，哎呦，哦，那块好不好？我这鸡卖起来会不会很贵？我卖的不够呢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卖就对了，不够卖啊，啊，就我用五年的时间，因为我从那个巡回国外的演出，刚才是讲国内嘛，后来我到欧洲啦，美洲啦，中东啦，啊，南非啦，哈，哦，嗯，还有中南美洲，萨瓦多尼亚、加拉瓜、哥斯达黎加，好，就好多国家，对对对，啊，中南美洲啊，然后有非洲，那个叫做那个赖托啦，哇，赖托也去，南非也去，啊，还有那个摩里西斯，啊，连印度什么，这样我走了50几个国家演唱，哇，真的是。真的是因为有这个才华，能够把这个情感表达给别人，让别人感受，所以国家才会邀请你去嘛。对啦，就是国家收钱我去演唱啊，又可以赚钱，还可以赚，又可以玩，又可以玩。哇，真的是，所以那个时候，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朋友，我会不会讲太快啊？不会了，因为这个很激动哎，那个当时的这个情况。啊，后来回来之后，因为经常都在国外，到瑞士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段就，跟那个星云大师在瑞士，然后回来之后，我就思索我要走哪一条路呢？后来就成立了一个东升兴业有限公司。哦，嗯，是这样子。业务是业务范围是什么？业务的范围是在 Hinoki，因为日本人跟我们买那个原料，做精油啊。包括牛樟，以前我们的牛樟菇是拿来烧柴洗澡的，一共很腐烂掉的不能啊，啊不知道那么好啊，以前的爸爸妈妈他就说啊，这里我修一点，先接你那个，那个腐烂的那个木头才会长，才会长灵芝，对对对对，你们烧的时候没有先检查一下？不，那个不是这样，那我们都是早上要去学校上的时候，先把它锯好，那放学回来后，我跟哥哥两个就劈柴就烧给猪吃的饲料，啊，烧给全家那个煮饭啊跟洗澡的，是是是，哇，这厉害，都唔知讲，哦，就叫你播，后来是，你在旁边闻过也是很健康，很健康啦，你现在也是闻到了嘛，很健康，闻到，哇，这个小时候的日子也很辛苦呢，很辛苦，乡下嘛，乡下，啊，又要做那个红砖工厂，哦，搬红砖呢，啊，我讲辛苦。我后来就跑到台北来。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朋友在原住民的，在台东，因为台东很多野生灵芝嘛。对。有一次他们采了灵芝回家的时候呢，就看电视了嘛，就喝一点啤酒嘛。他妈妈在那边炒，他妈妈说：“以后你们不要捡这种香菇啦，炒不开呢。”他妈妈灵芝炒不开。对啊，他妈妈把灵芝拿去炒，那个没办法炒，哇，好可惜啊。后来呢，我就帮一个朋友研究了黑蒜头。哦，黑蒜头就是我们研发出来，真的。但是我不是做生意的料理，就给他全权去处理。哎，这黑蒜头是保养圣品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
发酵熟成的技术、嗯、我把它延伸到我的一个事业体里面去、嗯、我就说哎、欸，如果说我从快木牛樟、嗯、除了精油之外我还有能够做什么、嗯、那我就研究的有关于帮助人体的，后来我还没有禽流感的时候、嗯、我就有这个可以控制禽流感的哎呦、对，那个时候在日本称之为水禽、嗯啊、大可的一个研究、嗯、那我是我就跟日本研究之后、嗯、哦，那年的 SARS 的时候我就捐了很多给那个台北市政府，哇、哎、是是是、啊、那是我第一次做有关于生物科技的服务、哦、那你顺便、啊、第二次又做一个做临床哎，因为那个是真的有效，因为我是拿到 SGS 去检测哦，哎，那就有品质保证了嘛，嗯啊，那 O157 杆菌呐、啊，病原性大肠菌呐、啊，出血性的啦，还有包括 MRSA 金黄色葡萄球菌呐、啊，内球内啦，哦，还有，对对对，老师，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哎，没有想到，因为这个医院吉他圣手呢，他转行可以做的这么专精，朋友，真的呢，转行能够做的这么专精呢，是因为靠努力，努力。真的努力是。来，我们先听一首歌，吴浩恩带来的这个祖先的话，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好，现在是这个32分广播电台的广告时间、哦、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说，在老师这样做呢他真的相当成功啊，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先搁置在一边，然后呢努力的发展他对于这个植物的这个方向、哎、很难呢、哦、哎当然这个过程很辛苦，我又去当老学生了。我、哦、去哪里当老学生？去农民学院哦，哎，去当学生，怎么样去做组织栽培，嗯、做有关于这个太空包，嗯，然后怎么种菌种，嗯，然后做太空包的一个菇类的，对对，菇类生产，对对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把那个木头拿去粉碎嘛。对，粉碎之后变成太空包嘛，哎，在植菌在里面。对，对哦，它那香菇长得很漂亮。对，它就是要经过木屑啊、嗯哦，木屑的木质素啊、哦，啊，要能够把它那个整个哈、哦、木质素啊、嗯、啊，它要经过3个月以上，啊，要用米糠，嗯啊，米糠碳酸钙，嗯，有一般管发酵，嗯啊，然后。123度哈，或者120度以上，哦、它自己会发热。高压灭菌哦，高压灭菌，对，是，嗯，哇，相当厉害，真的，嗯、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生长的这个植物的品质嘛。哦、高压灭菌，你才可以植菌去，嗯，可以植菌上去。哦，哎，真的是专家呢，啊，哦，所以说我们朋友不得，叶老师不得了呢。哎，你看这个。西班牙歌曲能够唱得这么的浪漫，哦，这么的标准，这么的热情，然后哎，做这个农事的这个工作也能够那么的专心，啊，真的很不错。你看，要从事一件工作，要事情的准备是相当要做。对对对，哦，哎，这个知识学习啊，知识就是力量嘛。嗯，那你就是要把自己所不会的，嗯，啊，尽量的把它补足了。嗯，然后更重要就是还要突破，所以我拿到了发明专利。哎呦！哦，这个就厉害了。好了，待会再讲、哎、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就讲产品、哎、我知道我们直播的朋友，哇，哎、厉害呢，哎，厉害吗？哇，没有想到这，没有想到音乐人哦，他能够做这么专精的工作，是真的，因为平常音乐人都比较浪漫了。对啦，你说在他做这个专业这么专业这么艰深的这个工作比较难，是，嗯啊，因为音乐人哦，除了浪漫之外，其实音乐人他可爱的地方就是说。那个和弦弹不对，那个音乐走错了啊，那个地方 repeat 的跳错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音乐人有音乐人的好处啦，啊啊，所以哎，你不能跳到 repeat 哦，那已经要跳到扣打了哦，厉害，一样，对对对，啊、比较活了、哦、所以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朋友哈、啊嗯啊，其实我觉得用心是最美的啦，对，用心呐、啊，那有的时候你。嗯，多多少少都会遇到挫折，好吗？不是说都很顺的啦。嗯，对的，因为你遇到挫折，你才会更进步了。嗯，况且我们是音乐人哦。对，要跨入到生物科技的领域，不要干单，真的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的。对，因为隔行如隔山的、啊。对，真的隔行如隔山。哎，能够这样做，而且得到成功，又申请专利，哦，还请假，还请假不干单。嗯，哎，啊，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研究音乐也是一样，嗯，我从那个
五线谱都不要开始几条几条围哦，嗯啊，哎，还有六线谱也不会也从手这边一直画哦，这个什么和弦正什么弹什么调性这样，哇，相当厉害，这相当厉害，嗯，啊，所以，好，准备了，好，嗨，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，我们这个节目是哈喽的音乐小酒馆，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这个八点到九点，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音乐大师啊，叶东岸大师，哎，应该是叶东的哦，哎，叶东啦，叶东，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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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是农场啊，农场哎，哦，这个农啊，台湾也是以农立国，可是你这个农是比较高级的农产品的，哎，精致科技的农业，精致科技哦，对，所以我是用灵芝，嗯，灵芝去喂鸡，养鸡，嗯，啊，然后用那个饮用水是用快木萃取的纯露，哦，啊，所以鸡的那个肝呐，啊，帮我们杀鸡哈，嗯，的那个。怪不得你不把那个地址给我们了，哦哦哦，地址可以找我们明德啦，没有那个哎，那个我们野外抓鸡是很厉害的，哦，不是那个要现在要公开，就是你抓给要检验，如果你超过多少量，一定要照那个政府的一个规定，哦，是他，我就怕发出一些传染的东西，对这样 对，因为群聚啊最怕有这种感染，是的，哦，那我为什么会去用灵芝去养鸡，是因为我在成立了东森兴业有限公司之后，啊，除了研究抗菌的产品，也研究了养菌的。养菌，哎，就是植菌，是植菌啊，细胞组织栽培啦，还有这个哎，太空包里面怎么去种香菇，怎么种木耳，怎么种那个杏鲍菇啊，温度啊，碳比多少，是啊，然后哎，尤其灵芝，对，是我们。华人界的一个仙草啊，对对对，不老仙草啊，嗯，所以我针对这个地方我下去研究，嗯，然后呢在104年，嗯啊，拿到了国家20年的发明专利，哇，Triptophanous 的一个三萜类，嗯，三萜类，嘿，三萜类达到7倍，总菌是比原来的提升了7倍，嗯，那我就发现这个是一个研究音乐的人投入到这个生物科技里面哈，我要跟别人家不一样。对对，而且你说7倍，那是很大的突破，啊嗯，是总菌值哦。对，6.999。嗯，哇，真的是很可怕，哎，真的很可怕啊！那个时候就很压抑哦，啊，这个技术，哎，工研院的那个当时的院长哦，那个翁启惠先生，是，他还没拿到专利，我拿到，我第一个拿到。哎把这个，你弹的绝对跟我就很了解哈，了解了解，调个顺节哈。这个声音呢，吉他声音一定要调一下，因为老师在这弹吉他的时候，有轻柔的时候呢，也有很狠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给 gap 哈，对，声音稍微哎会变一下，哎啊，也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这个真正是现场的啦哈，啊，来试看看哈，来。成妖，老歌声。
段思乡情，唱一段唐山谣，走不尽的坎坷，恰如初春的步履。抱一只老月琴，三两声不正调，老歌手君你又在，我不见红烛下去。落山风向海洋，丹山回消失，结局听这个歌曲的伴奏啊，都是民谣吉他的伴奏。我第一次之所以刚才明德这么激动的赞美大师，就是你是 flamenco 伴奏方式，是不一样的。但是这样一边弹一边唱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因为你要指法很多、啊，指法会很多，或者包括这个用那个闷音的那个、那个，普通是用一个音而已，你要整六个音要一起。是、啊，那个是技巧比较难一点，还有用这个啊，哦，啊，这是两个 double tremolo 双音的，双音的哈、啊，或者三个，六个啊，喂，这个脑筋要很好呢，对，要就是要你要这个难在什么地方，你要一边记歌词，要记节奏，对，又要借那个指法、又要编那个起承转合，对对对，啊，要让那个感觉出来。哇，我刚才突然点这个乐器，老师，你真的我不知道你会弹呢，哦，而且你这个前奏进歌的地方很优美，哦，我是觉得乐琴就是要那种乐琴的感觉，有点感伤啊，对，感伤那点味道啊，啊，又要把那个弹奏，因为我跟陈达老先生，阿达拉贝哈，好的。玩阿爸毕业以后说昂巴大大，我们是第一次在高雄的西海岸做秀，我第一档秀，哇，跟陈达大师一起，对对对，为什么叫昂巴大大啊？因为他哈、哦，这个艺术工作者他就是有一餐没两餐的，啊，人家婚丧喜庆去帮忙、去弹唱，是啊，就有的啊够霸道啊。费用很少了，费用很少，吃饭啊、对，吃个饭，帮忙，上个舞台，哇，所以以前做给您真的非常的辛苦，对，哦，对，尤其是我们这个传统音乐的人，那抱着一把吉他，不一把这个乐琴，你说能够邀请他的这个多少商家不一定呢，对、哦、对，所以日子过得很辛苦。那比较早期是林二教授哦，林二教授是是啊，他就是那个时候当我们五等奖、六等奖的音乐评审，那么他经常呢会到全省去跟那个许长辉教授，是，那么就会乡间的采集，啊，发现了有很多民间的艺人，啊，包括张秀清眼睛看不到的弹乐琴的，哦，是，那个陈达老先生呢，也是那个时候在屏东歌咏，对对，在那边活动啊，挺村，对啊，哇，他的成名曲是啊，乡啊的，前面还有我的书啊，书啊，一定要加那个催味道，哎啊，然后声音啊哑哑哑哑的，哇，哎，可是听那陈达大师唱歌就。听味道，那个是韵味要出来，一个曲子各有不同韵味。嗯，那我为什么去这个演出的之后，我发现
不可以只有字，只有字满、嗯，一定要在其他的技巧，嗯、哪怕是一个手指头啊、一个 double chole moro， 刚才讲的那个是可以到六个 chole moro，、嗯、哦，那个就比较难。还有一个大拇指的，这个更难的技巧。嗯这个呢，我就要练很久了。啊，这个是比较难的技巧。是是是，老师平常还是有在持续的练吗？一定要练呐、啊，一定要每天，几乎是每天要练。哇，几乎啦，因为这个技巧是比较人家比较少有的。对啊，如果愿意学的，我都可以教给他们。哦、互相沟通，对，交流一下。啊、打板的部分也都有比较特别的。可是你这样打来打去，你不会心疼这把吉他吗？哦，吉他是用来弹来演奏的、嗯哦、不是在那秀苗苗金枝玉叶的、啊、所以这个地方后来还要贴一个，对啊，才没几天我看伤口就已经开始了、这个没有关系、哦啊、这个没关系，这是表面漆、嗯、表面漆、嗯啊嗯、那一个好吉他一定要弹声音才会出来、嗯、老师、嗯、你是台东来的、哦嗯、台东有很多这个阿美族、卑南族、对，卢凯族，很多很多的、还有不满足啊、月光族啊，依然不足。你有没有什么话语可以鼓励他们？我非常的乐意在这边、哦、跟明德兄、嗯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、嗯、因为我们原住民朋友、嗯、啊，就是最不会理财的那一组、啊、刚才是哪一组？就最不会理财的、哎、啊，就是最不会善用自己的才能的、啊、因为原住民特殊的就是在血液里头的音乐体育、嗯、啊，音乐体育、嗯、这种东西我们别人家学不到的，学不到的，对对对、嗯、所以音乐的才华不能急于限于说哎呀我当然清飞了一下瓜年、嗯、所以一定要从语言上下功夫、哦、走国际的路线，哎呦，舞蹈上面也是、嗯、哎，要跟这个国际结合，是把它在地的文化、嗯、艺术文化变成一个他们真正的根、嗯、而不是说啊人家跳那个什么什么舞步就学什么舞步、嗯、不是这样子，要突破一定要突破、嗯、是那个嘎棍、嗯啊、嘎棍哈，对，嘎棍他们的乐团也是突破，对，虽然音不准，但是那个不能这样讲，因为它是原来他们的传统的文化、啊、是、啊、所以不要去在乎你是音准不准，嗯，因为原住民我们的朋友里面他的学艺里头啊，像林秀英啊，啊是哎啊、嗯、我就带他做到处去演出啊，嗯，哎呦，这声音这么漂亮，对啊，他会怕，我说别怕，嗯，你永远都是第一的，哇，要看重自己，哎、哦，要有信心，对，也要突破自己，这样。我们说台下十年功、嗯，台上三分钟，是，你就是你准备好了没有 ？Are you ready？、嗯、你准备好了没？耶、yeah! yeah! ，对，我上台就我就是一个第一名，就是最好的，哎、yeah! ，所以不用去担心这个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你已经尽了全力了嘛，对，尽全力，准备好，你准备好了，在舞台上去尽力一搏就对了，对、嗯、对，你舞台上就是展现你的艺术，或是说体育，嗯、或是各。你隐藏在你内心深处的才艺展现出来，发掘出来，哎，发掘出来、哦！哇，今天非常的高兴你能够邀请到我们大师来到我们现场，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音乐历程，以及他自己所发明的这个东西。当然，明德在这边也要祝福我们老师啊，哎，身体永远健康，一定会健康的，一定要的啦！你一直在吃灵芝、哎，我现在就做的就是还研发了不同的，哎，也就是说，哎，因为有一些是心血管的，是尤其在冬天呐、啊。哎呦，我们年长者哦，很、嗯、很可怜呢。对，那个心血管你一塌掉啊。哇！啊，结果我现在研究那个双向的血液哈、哦嗯，高血压、低血压同时调整、哦。哇！以及免疫系统，因为免疫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嗯、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。对对，哦、下降啊、哦，对对，所以说还有新陈代谢，嗯、新陈代谢是哎，所以我们。哎，今天的垃圾今天清，嗯、啊，要让自己身体健康，嗯、不要去吃那个有毒的，也不要吸毒啦，嗯、真的吸毒过后啊不要，抽烟也不好啦、哦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、哦，前面有抽烟的朋友哈、哦哎，先讲一下哈、哦，真的肺部啊、嗯，我们的肺部啊，也是一个造血的器官哦，哎，血小板，哎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喽，是，哦、哇，真的是。哎，那么多喝水，你多喝水哦，啊、多喝水，多运动，哎啊，对呀、啊，
那这样的话，哦，嗯，哎，老师，我们看这个时间被搞了，不要紧啊，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最后一首好不好？最后一首，我们也用这首歌曲来跟朋友说声拜拜。好啊，你要弹什么歌？哦，哎，还是十八妞的吗？你觉得十八妞的还是要那个？十八妞的很好，啊，很好。OK， 好啊，这个叫就是。刚才讲的那个雪莉的领导哦，雪莉的，雪莉的领导哦，雪莉的美丽的天空，哎，谢谢老师，来，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呢，啊，跟所有的朋友说声拜拜了，我们就欣赏老师的歌曲，大家不要急着走开，我待会要收听你的这个中文唱。Es el lunar que tiene cielito lindo junto a la boca. Los cerros santos tienen cielito lindo en mi peluca. Es el lunar que tiene cielito lindo junto a la boca. Los cerros santos tienen cielito lindo en mi peluca.Ay, ay, ay, canta en un llorre porque cantando se dejan cielito lindo los corazones. 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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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ta en un llorre porque cantando se dejan cielito lindo los corazones. 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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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ta en un llorre.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，不要忘记明天继续收听我们阿亮频道的 Hello 的音乐小酒馆。老师，谢谢，刚讲刚讲，哇，赞赞赞！今天这一集又丰富了，丰富吗？真的丰富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又来啦，我又来啦。又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啊，空中演唱会啊，有录起来，也谢谢大家哦，拜拜。